主料糯米粉、水、白砂糖，辅料油、糯米粉中加适量开水搅拌，和成面团，和好的面团，把面团揉成一个个小汤圆，锅里倒入油、白砂糖，等糖融化倒入汤圆，小火不停的翻炒，使汤圆都能沾上汤汁，看到汤圆表面呈金黄色即可关火盛出。烹饪技巧，炒的时候要不断的翻炒，让每个元宵都沾满糖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